这块地方大家非常熟悉，就是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。但是我辣拍片的过程中心情是非常沉重和难过的。这种场面辣南京路100多年的历史中是史无前例的。南京路高头的四大公司开创的摩登商业时代，伊个繁华程度闻名于世界。辣辣上海有两句闲话非常形象：闹忙的南京路看人头，优雅的淮海路看胡同。可想而知，这条马路的人气人流是多少旺啊！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，这次疫情的冲击力和破坏性是相当的巨大。面对现实，从身体到意志，接受考验。有个朋友跟我讲，虽然住在上海，但是交关年数没去过南京路了。这次疫情过后，一定要去南京路好好的兜一兜。交关物事失去了，才晓得伊个价值。所以，阿拉要好好珍惜当前所拥有的一切，不管伊是多还是少，一切都很安静。但是，搿种安静有点叫人心疼。3月29日0到24时，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26例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656例。浦东已经进入了封控状态，北宁空闲，浦西还要马上开始接力吧。上海正式开始全员静态管理，全员核酸筛查，这是一场争夺生命的战斗，需要阿拉万众一心，手无尽职，千万不要忘记向奋斗在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致敬，伊拉的生命一样珍贵，伊拉也有家人和亲人在等待。生命的原文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且行且珍惜。一岗两岸，福禄峥嵘，你若安好，便是晴天。上海人民感谢搿兄弟上司的大力支持。历史将会记录这一时刻，阿拉也曾经为此努力和奋斗过。伟大的上海是中国上海、世界上海，伊的胸怀和拳脚感将为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和贡献。伟大的城市，伟大的市民，一定会度过这次至暗时刻，再创辉煌。特殊时期，大家保重。